欢迎一下子龙、伟俊，讲一个相声。怎么那么快？最高，最高。每次来到一个新的剧组，都要跟彼此呢磨合到最舒服的这个状态。说到磨合呢，我们年轻这一辈的演员哈，先把酒给我倒满。然后我在这边 ，OK， 率领大家跟李智宪常断掉的那个福哥辅导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工作人员，龙哥啦，哥哥啦，大哥要一三哥，说话组、服装组、动作组、对话收音、财务、导演组、花絮导播队、经济部宣传部、安哥、严总、麦总、大帅哥。好，讲不完，反正现场所有终极三国剧组的工作人员，我们一起干一杯。干一杯好不好？哎！为什么会有终极系列？这个要感谢我们胖哥。为什么会有终极系列？要感谢我们的胖哥。要干嘛？我要说，我想他有奖。